各位同心大家好哈、啊！这就是这个公民权利法啦哈、啊！啊，这好啊，咱要讲的，你这个顶头哈，首先要恁看一下这张相片，大家捌看过无？啊，这什么意思知无？好、啊，这就是讲海关，你看这一。美国撤侨了，台湾海关是这个 AIT 啦，吼，啊，这嘛是啊，吼，有 AIT 伫遮。从美国撤侨来台湾吼，迄海关是 AIT 来办啊。啊，伊来差不多1000来个啦，吼，第一届来是96个啦，吼。啊，迄款个行政院长讲，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指出了，伊希望 AIT 能够让中华民国移民署帮助。AIT 哈，在机场的通关手续的，所以讲伊这个通关哈，有经过中华民国无？你讲无哈？安尼海关上较大，美国较大哈。哎，差不多来无到1000个哈 ，AIT 就开一个通关的窗口哈。啊，咱若是50000分的时阵 ，AIT 不得讲这个美国爱开几个关一个通关的窗口。50000人这50000人的时阵吼，伊应该会加开几个，比如讲若有10个窗口吼，伊加开2个安尼啦吼，应该是会啦吼。啊安尼，啊你想会安怎？那加开2个会安怎？迄渐渐吼，伊就会收起来，因来请的人愈侪嘛，啊就这可能10个窗口吼，啊就渐渐的安尼变成7个、8个、7个、6个、5个、3个、4个、2个、1个安尼吼。啊，这就讲，所以咱。50000分的这个身份证吼，是这个结束流亡政府的第一张骨牌，安尼是不是第一张的骨牌？对，应该是啦吼。啊，所以讲，只要大家爱拍片去，就是说找人来申请这个东西的哈。啊，咱要早日开卡啦吼。当时50000分，当时美国队来这个开这个卡。啊，咱所以咱因为咱前啊吼，前啊就讲办这1000分吼，开的功夫是开到8月初1啦吼，9月初1啦，到12月20吼，审核工作长达3个多月吼。啊，按啊这种的速度吼，10000分爱30个月，啊50000分爱120个月，等于是讲开卡要等12年半啦吼，爱等12冬吼，我看这。大概等不及啦哈，所以咱这个有伫1月初8遐，咱华智华部就审核这个23个通过。咱本来是搁啊一个中央只一个迄个窗口尔吼，伫审，啊即马加23个啦吼。啊，过来就讲第二届吼，2月初4吼，搁有32个通过，安尼就等于是讲55个人通过。讲台湾即马55个窗口吼。大家当去利用这个窗口来进行收件，吼、哦，收件了后送来遮，伊会做一个审核啦。哎、啊，伊若审核了，又阁送去这个，这一个报给组长嘛，吼、哦，再阁报给组长。啊，申请的费用吼，有只有1000块嘛，吼，大家知啦吼。啊，自卡费是500块，啊，地方保留350块吼、哦，这应该是专款。专用比较好啦，哦，啊，另外吼、哦，本土，唔是本土台湾人，这人乌克兰籍其实真济啦吼、哦，啊，这人要来的时要哪处理？其实有影家属内底拢有这种人吼、哦，啊，即就讲伊会当，伫开卡进前吼，伫只伫申请开卡进前吼，参加台湾民政府的这个举办的各类研习会吼、哦，且协助推动台湾民政府的这个身份证的发卡工作吼。哦哦，贡献卓著哈、哦！依照这个第6条哈、哦，第1项第2款哈、哦，本法实施前已经参加台湾民政府所举办各类研习会，且协助推动台湾民政府工作者，会当取得台湾公民的身份哈。即、哦、马有这个，就根据咱这个公民权利法第这条哈、哦，第6条的第一项甲第2款，才有一个规定啦哈、哦。就讲即马来讲，那是讲伫咧这个进程哈、哦，有替咱。参加这个，顶下拄则讲迄个审核工作了哈，
啊有认真的话吼，安尼会互因一个机会啦吼。就拄仔讲个涉谷事件吼，因当初是伫个遐放火啦，有诶无诶吼，抢劫吼。遐人因其实有去申请，迄落规划为中华民国，吼，因就做战胜国诶迄种诶享受遐权利嘛。啊，遐人迄就是规，迄是伊愿意去申请规划嘛，变更他的国籍，所以遐人甲变更国籍，伊后代其实嘛变作中国人。吼，虽然讲伊原来讲台湾话安尼吼，但是咱也知影，迄法律上迄已经毋是台湾人。啊，不过伊若是讲有要悔改吼，这条我哪会使用啦吼？这条我哪会当改变吼？改变人的身份啦。吼，啊，实际上参加实际参加这个推动申请及审核公民、审核有公民权等工作者吼，要每人应该要多少的申请案件吼？因来参加是要咱再算做。贡献卓著吼，即个再佫讲啦吼。啊，但是基本上爱有一挂观念嘛，就讲，即、這个，什么是台湾公民吼？即、大家知无？什么是台湾公民吼？啊，什么是台湾居民吼？台湾，咱先讲台湾居民好啦。台湾这两种人，拢有当伫，拢有当来申请即个卡片吼。啊，伫台湾有户籍啊，有停本的人吼。有法度提出停本的人，迄就会当申请台湾居民啦。啊，伊若有法度进一步摕到日本时代的户籍停本吼，啊，迄就是台湾公民啦吼。啊，就讲这个，过来就有这个几个问题啦吼。这个是选择题啦吼 ，A 是台湾公民 ，B 是台湾居民 ，C 是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吼。啊，甲伊添落去啦，我来看卖啦吼。伫台湾有户籍吼，啊，流亡政府的人民，这是啥物人？哦，居民吼，因为伊有户籍嘛吼，啊，流亡政府的人居民，啊，有户籍，啊，老爸是中国人，啊，老母是台湾人，这种呢？居民吼，哦，真清楚，对比吼。啊，伫台湾无户籍，啊，老爸也是中国人，啊，老母也是台湾人，这种。是吼，即种个就是讲吼，台湾人嫁去中国吼，啊，伫中国生囝吼，啊，迄种个后代，甲台湾无关，迄中国人吼，迄就是算讲外国人啦，所以是啦吼。啊，伫台湾户籍，啊，老爸也是南非人，啊，老母也是台湾人，即种个。无啦，即另外即伫有户籍啊，美啦吼。哦啊有户籍，老爸中国人，老母也是美国人，即种。哦，这嘛是居民啊，吼。哎，这是居民啊，吼。这就讲是什么？啊，过来吼，啊过来，这条是迄个伫台湾户籍嘛，啊老爸啊唔知啦吼，啊老母也是台湾人，这个。好，哦，恁不哩聪明哈，因为这个老爸就无算啊嘛，啊就看这个老母，老母台湾人就是啊，就是这个公民吼。啊，伫台湾有户籍，老爸不详啊。啊，经中国人认领，母为台湾人，这种呢？哦，真巧，真巧，美民吼。啊，过来伫台湾有户籍，老爸不详，经中国人收养，母为台湾人，这种。其实这个答案是 A 啦吼。为什么你知无？这个认领吼是算讲。有迄统的啦吼，啊！即收养是讲去外口抱一个转来吼，伊本来就台湾人，嗯，即收养吼是无关系啦，甲中国人无关系啦，啊，所以即个就同款算互不详啦吼，啊 ，A 啦吼，哦，哎对，啊，即是非题啦吼，申请台湾公民身份证，除共用者外啊，每个人均需有日本户籍，对不？这唔对哈，你看哈，何瑞妍哈，何瑞拿来申请的时阵，伊告我们日本时代户籍，是啊，所以这个第六条黑啊，咱都要讲第六条黑来申请，伊就无啊，
吼、哦，啊，有诶有，有诶无啦。啊，原住民申请台湾公民身份证，免付即个日本时代诶户籍啦，对无？啊？这个也要付啦，吼、哦。嗯。啊，无因高沙族诶正系拢，诶，新竹派拢裁得，你知无？是啊，伊就是有户籍，毋知裁得靖国神社。啊，咱即种的准备吼，有一寡工课咱来知影吼。比如讲目前吼，迄个网啊馆吼，闲置的建设吼，几啊千亿，这边哪处理？这嘛转型正义一部分嘛吼。接管，接管那边啊，嘛是网啊馆啊。哦，这其实是有这个六连八的联合报报口号建设吼，换景吼。几啊千亿啦，啊，这真大，这转型正义的问题。有一个物件，恁即几啊刚有看到迄、那个，预算书无？有大概稍微显一个啦吼。这个是讲一本比，咱来有一个观念，后刚恁的心预算啦吼，爱有这个观念，就讲这个要一本比的观念。什么一本比的讲就，你一本比较大一吼，表示整体的效益大于整体的成本，你的效益大于成本安尼吼。安尼来做这个工作才有益处，啊，无做就了钱啊，就变迄个帮阿管了哈。一本比越大哈，表示该计划的效益越高，哦，越值得实行，可作为排列计划优先顺序的标准了哈。啊，医生的胡编乱造哈，人讲错误的政策比这个贪污更严重。你这个帮阿管去，要去跟唔去哦，这是迄个政策的问题。啊！但是做落去有偷工减料，迄是贪污的问题。啊！你规个网管拢是，整个都是错的啊！啊！虽然讲你无贪污，但是你网管，迄嘛是无效的物件。所以这贪污，这个错误的政策其实比贪污较严重啦吼。啊！现在拢无人有志，迄就讲这个要做甲唔做，这是一个行政裁量。啊！行政裁量无啥物违法的问题，啊！所以你就即便有土里内底吼。合法图利，啊，安尼都无，大家拢无代志啊。啊，那这安尼，爱加调整一下啦吼。如果咱来伫预算法中吼，有这个一本比小一，就讲一定要简洁不得执行的规定，安尼都有什么好处，你知无？就讲行政裁量是否违法的提供一个标准啊。这个物件是小一的话，就是一定要紧，啊，你搁去做，安尼这就是违法。啊！你回忆你审查的时阵哦，会当用一本比的大小来定这优先顺序的。啊，那就讲小一的先甲汰掉嘛吼。啊，那是讲这个我一百个医生，啊，这個、有百二个计划的，啊，二十个爱砍掉呢，啊，砍哪些吼？就小比较小的那些就把它砍掉了哈、啊，不免画 paragon 哈，不用统删了哈。啊，这个。一本比的这个应用哈，人事会的部分哈也有一本比的适用，如某一个林区的这个哪那林区哈，新三年哪五个人哈，每年被盗十公顷哈，啊新三年那是十个人的时阵被盗五公顷了哈，安尼若每年减少被盗的五公顷的林木的价值大于哈，高于这五名新三年每年的薪资哈，人事会哈，安尼。雇用这五名的延三年，一本比的大一，安尼这个计划就会当做了。吼、哦，这是讲人事部分，这是一个例子啦吼、哦。啊，过来讲这个有一关吼、哦，办这气运会吼、哦，要办气运会时阵，拢会去真济场馆嘛。啊，气运会刷了，这场馆要创，就变做安尼，你爱不只是官网哦。你还阁编人去管哦，清华班的这是特工管哦，清华班的员工去管这个东西哦，啊，你阁要维护会每年爱交千几万哦，来一亿的去管哦，迄不只是帮阿管了哦，迄每个月开钱哦，啊，你看这开偌济钱，啊，伊租金咪咱阁要收三千万尔啦，一年算起来亏损七千多万啦，啊，这个管会财政局立处改。委外经营哈，委外经营标予人外口人去做安尼吼，啊，但是这个教育部都反对。
教育部反对啊。那说，假使讲咱的医生内底，然后这个一边比小医的时阵吼，咱就会当做一个选择，是委外较好，还是家己经营较好？委外就真简单嘛，咱上起码咱的收象征性一块，咱嘛会当等于是这生这七千万嘛，对不？何况说你那收标准较悬者，迄就当趁钱啊。啊，即安尼就讲，就讲这个一本比的直接就发挥作用了吼。啊，你若无这个规定话，迄就一个政策的问题啊。教育部变哪做，你财政部管袂着啦。因为重点是伫底，重点是这一千万吼，拢这员工吼，这是二等的人啊，是三等的人啊，你无得甲叮当啦，你知无？啊，你咪教是伫遮，你看为着这一千万吼，爱了遮济啊。啊，比如讲第三个例啦吼，要起一座桥，首先来评估啦吼。假使讲每一天吼有100人通过这个桥，会通过这个桥，啊，每通过一个人来回，可节省啊三点钟来回安尼吼，去减一点钟，减点半钟，转来减点半钟，啊，所以来回省三个小时。啊，这算下来总时数每天就是300点钟嘛。啊，成年每个人平均每小时的劳动收入，如果是200块的话，每小时的迄个工资200块，安尼你算起来就是6万块嘛。啊，每年365天，就2190万。哦，啊，那是讲堪用年限是50天的话，吼，就是几个10亿个吼，9600万安尼。啊，你看，你若讲起一个桥呢，超过这个钱，就表示什么话？就是会了钱了嘛，对不？啊，这拢会当算的啦吼。啊，当然有一项就讲吼，有一个叫做，因为经过这个桥吼，迄路迄个景况会较好啦，迄风景较好吼。伊有一个抽象的这个价值，叫做非具体的效益的吼。非具体效益吼，没有明确的市价可以估算吼。啊，价值偌济吼，就讲虽然看无啥共，比如讲。社会福利啦，有啥物好处啦吼，即个真歹讲吼，也是讲国防外交即问题真济啦吼。啊，伊咱即摆来定讲做，伊个占整体的效益吼，袂当超过30%啦吼。是上限是，那对咱咧算起来是10亿几嘛吼，啊，上限就是讲算起来是3亿几安尼。安尼就讲合计起来吼，14亿几啦，就讲这是即个效益是安尼14亿几。啊！你造桥的价的费用若超过14亿几，这条桥就是会了钱，就算做了钱。啊，这个实务上，迄十大建设吼，迄台中港吼，伊台商伫起的时阵，就是这个抽象一非具体效益吼，伊个高真悬，高80多万安尼吼，啊加起来就会变作讲，这就真济啦。啊，造港的费用就较少，伊讲安尼会趁钱，结果碰风的嘛，伊就无这个限制嘛。无这个限制，所以伊即马逐年拢要了钱，因为要刷啦吼，迄沙伊沙吼爱清，所以逐工要了钱，逐年要了钱啊。啊，即个讲伊欠这个抽象一本比的一个限制，咱才有规定。迄公民权利法这本吼，第29条内底有规定，恁大家当看卖啊吼。啊，过来就讲。啊，这个免看了哈。啊，拄仔小话讲者吼，就讲这个有一寡国家的医生啊，不一定有具体效益的吼。尤其啊，这个比如讲要社会补助啊，是讲教育啊，是司法的问题啦，是讲国防外交啦吼。啊，这个、到底要用这个物件，不用这个物件吼？国务院会当负面表列给伊建出来吼，列出不适用一本比的。预算的种类跟范围，啊，上这个参议院呢，来送参议院啊备查哈、哦，有变化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安尼就袂讲限制咱这个行政的效率的哈、哦，啊，但是虽然讲伊不适用这个东西，但是他还是要列一本比，再让算出来讲伊什么款啊，啊，这个一本比的计算标准哈、哦。效益哈，这个东西要咱来训练一种人，就精算师类似精算师的物件来算这个物件，啊无叫大家算可能头壳会飞起来哈。啊这有一个证照制度哈，啊刚刚
请这个中立来开这个课，好、哦，免他算这个物件，这個、要有专家来算。啊，所以讲你主管，你得找这个有执照的这个人来给你算这物件，好、哦，安尼你就袂去让其他遐个事务官吼、哦、给你唬去了。啊，过来讲这个海洛因治安的问题啦，吼、哦，即咱后讲执政的时阵，咱来注意的讲，这个当然贪污的问题，咱都要讲贪污迄个一个问题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沾自然嘛是一个问题。这个法务部的统计吼、哦，这个一级毒品甲二级毒品呢，有案人口吼、哦、是23万人，这二十啊七成以上是海洛因啦，吼、哦，啊这。哇，这个安尼社会成本偌济，你敢知？迄药效是7-8个小时，海洛因的药效是7-8小时啦。啊，每一个人一工就变来3针嘞，啊，一针偌济钱？一针1000块嘞，所以一工要3000，一个月9万，一年108万。啊，想啊，这钱倒来，去用去拼来，还是去赚来？拼来嘛吼。啊、你看这市场偌济人吼，你啊3万人失城嘛，9万一个月嘛，一年12个月，这是伊的1700亿的，伊的市场是遮尼大啦。啊，若加上二级毒品吼，安非他命啊、K 他命啊，这是超过2000亿的市场。啊，这是2000亿是市场啦吼，小半啊，还有中半呢，大半啊，走出进口的，这个偌济你知无？超过3000亿，3000亿是偌大的市场，知？这年度的吼，诶，国防预算吼，诶，李鸿章国防预算啊，无甲这个无这大哦，还不到3000亿哦。啊，像啊，警察的预算偌济，调查局的预算偌济，啊，伊要怎去进这个市场，这是无法度进。所以美国连这地，美国原来无法度。美国迄个阿富汗的战争啦，这年度吼，98年时阵死2500人。啊！但是迄年伫即个墨西哥吼、哦，死6000几个，伫伊个阿伯门伫遐进来进去吼，伊无法度处理啊。啊，这边来处理。哦，即社会有几啊十万人是伫偷伫抢，你知无？哦，啊，这边来处理，其他有办法啦。啊，这医生吼，98年遐有100亿吼。关犯人啦，啊，这犯人内底吼有54000人吼、哦，是就讲医生要关的法定总额啦。啊，平均关一个人要18万，啊，其中有40%是使用毒品的，啊，21%是无钱买毒品去偷去抢去骗的人，大概有60%啦。所以这一摆内底偌济，有60亿吼、哦，是甲毒品有关系啦。啊，就讲咱若是讲这个物件。有差不多有36000人嘛吼，甲这个伫监狱内底，因是伫遐巡啊。36000人伫这个监狱内底，啊，佫有36000人是伫警察遐，啊，伫检察官遐，啊，伫法院遐，啊，佫伫社会遐伫遐轮啊，照轮啊呢，照轮就来关啦。你再犯率90几%咧，吼，啊，这就是台湾治安上大的问题。啊，你若讲甲遮个人吼、哦，送去治疗啦吼，莫去关，去治疗，去去医院治疗吼，伊个费用一年差不多是5万块，一人是5万块。啊，若36000人全部健保支付嘛，才18万尔，18亿尔。吼、哦，啊，你拄仔关是爱关60亿了，嘿，64亿啦吼，精算是64亿。啊，所以讲你若讲减一半吼、哦。检索一个简历30亿出来吼、哦，成立一个基金吼、哦，就会当 cover 这18亿啊，你知无？啊，你因为你政府若提供这边钱的吼、哦，遐食毒会想要来自首啊，但是你还佫有10亿通啊供应他啦，佮支付他，啊，减少这个社会成本吼、哦，安尼会有甚物效果啦吼、哦？就讲你这个监狱内底吼，会减一半人啊，减其实减60%啦。啊！你警察局这案件原来减一半去，啊，法院这检察官这嘛减一半去，
啊，法官遐嘛减出嘛去，安尼变安那，大家较轻松吼，啊安尼减少冤狱，因为你案件无遐济嘛，你当较认真办诶。第一个，它有减少冤狱的效果了，因为前面医疗化嘛，监所少了50%的人犯，检察官、法官可以少一半的工作，投入真正犯罪的查办，可以减少冤狱。啊，瑞士的实验结果吼，咱这不是家己讲，瑞士的实验结果吼。伊总共实验15天啦，2-3年了吼，伊讲有1/3的人当断联啦，就讲1/3的人会当戒毒嘞，啊1/3的人会当减害，1/3的人阁继续食这个海洛因。啊是安那会戒毒你知无？因为这个人吼，伊本来是爱去偷去抢去买这个药啊，走警察局啊去遐住安尼，真爽快嘛，真爽嘛吼。啊那去病院的时阵是，爱去遐治疗啦吼，治疗敢会阁真爽快？痛苦嘛，迄旧来的负担嘛嘛，吼、哦、啊，伊就，迄无迄个心理的快感啊，所以有人2-3年了开始就有人会戒掉。啊，投资的报酬率吼、哦，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估是，你投入1元吼，会当节省这个12元的成本啦。其实伊无算迄个社会成本啦，算社会成本会搁较悬。你若这个社会会当有迄20-30万人吼、哦，拢无去偷去抢。伊本来是整个社会向下沉沦的力量嘛，哎，起码会当停止这个东西哈、哦，哎，到各地的去医院去就医的话，去就医的话，会当这个地区的医院就会当较发达嘛，哦，生意较好啊，啊，人家这人免去偷去抢，免去死啊，这个政府来支援这个物件，支援这个费用嘛，啊，个这个艾滋病嘛。减少艾滋病的感染，因为94年吼，到十八年啦，就讲6,350个感染艾滋病，是因为食毒去感染的。这因为，迄个94年迄年吼，就3,399例啦吼，啊，其中艾滋病有这么多啦吼，一每个人哦要20,000块呢，就叫为一法定传染病吼，啊。每年大概要15亿多啦，啊，平均移民是33年啦，所以治疗这人要将近500亿，啊，艾滋病的，哦，啊，那安尼是不是你若讲去后，那去病院啦，就不会有针头共用的问题啊，啊，袂感染艾滋病啦，哦，啊，那免个，就是说这些人就不会，就减少艾滋病啦，减少这个烟疫的问题。啊，你这个成立这个一个基金吼，这个财团法人毒瘾医疗处遇基金会吼，就这个医疗费用吼，甲这个医院做一个结算啦吼，啊，买当甲国际接轨，啊，可以提供美国协助美国打赢这个毒品的战争，因咱的对这个基金会也会累积一些经验吼，比如讲那是伫墨西哥。伊遐毒品真严重嘛，啊，咱若讲政府墨西哥政府来当提供免费的话吼，伊乌市敢够有生意，伊乌市就无生意啊。其实免费一边一足吼，伊个毒品的市场会安怎？会消去嘛？毒品的市场就会消去。啊，过来讲，这个。这是一个健康的问题啦，刘律师，刘律师捌听过无？刘律师伊是发明中文电脑的一个人啊。咱即摆用的电脑吼，其实拢迄个原始迄个输入法是伊发明。啊，伊是一个加拿大人，伊是惠普第一代的代表吼。啊，即摆佫伫咧三支种菜，伊讲吼，食真正有机的菜吼，啊，比你开的药佫俗。厨余甲堆肥吼，厨余变那个厨余变堆肥吼。99年台湾的总户数吼，大概798,072,024户啦吼。啊，上少吼一天有1公斤的这个厨余啦吼。啊，所以说啊，若是讲天气较冷吼，会增加到2公斤哦。全台厨余大概这个15800公吨哈，
啊，如果加上餐厅、学校、旅馆、什么市场哈，差不多2万公斤的这个厨余，啊，这边哪处理哈？这些物件哈，啊有水有遐汤吼，你甲送去厨焚化炉烧安怎？你第一个你会耗能量嘛？第二个你会产生二氧化碳，这氧软化的问题吼。所以讲这哪只我都甲做堆肥吼，你是不是让我这一来一回就差足侪啊了？每年可以改良至少2万家的土地啦吼，啊，这厨余吼可生产12000公吨的堆肥，还有4000吨的易肥啦吼，啊，就是一家地3000坪，啊，一年需要这个200公吨的这个堆肥吼，啊，所以因此台湾一年生产的堆肥可到20000吨吼，啊。就是12000吨乘以365乘以200哈，得共21900多吨。若每年小补助在堆肥的土地上，可稳定提高这个土地的有机质啊。还过来讲一个问题哈，这个嘛是错误的政策哈，就是。咱即马行的路啦吼，对台湾来讲吼，是一条正确是安那讲的。这個、光华寮的事情，大家知无？知吼，就涉及到国家承认、政府承认、国家继承的问题。光华寮事件，伊是反正伊是1952年了吼，因为。这个留学生吼，中华民国用台湾人的钱吼，去买这个，伫遐京都遐买一个学寮啦，宿舍吼，这个学生啊住。啊，结果1972年了后，日本就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无承认中华民国嘛。所以这个啊，而且进前吼，文化大革命是因中国人的学生去占迄个学寮，啊，这个中华民国就加起诉去。去起诉，啊！但是日本政府在咧诉讼过程，改承认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啊，变作讲中华民国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去吧，啊，这光华寮是伊的嘛，是中华民国的，所以嘛去了继承去。啊，那同样的例子你再看哈、哦，如果是台湾是等于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安内安怎？会去了继承去哦。啊，那安内时阵。这个中国派兵解放军来台湾呢，那变成什么？啊，变成内战哦，内战问题哦。啊，你比如刚才那讲话，你就不能讲话、哦。所以这个现在在讲一中的人哦，其实都有这个问题哦。一中宪法是一中了、哦、哈，一中各表这些人哦，其实都有这个问题，拢会把台湾带去一个真危险的所在。啊，咱现在讲的啥？中国是中国嘛，台湾是台湾嘛，所以一中跟一台是分开的，早法都切开了。啊，若是讲一中的话，就有发生光华寮事件这种的问题出来。哦，啊，过来有啥问题无？各位，各位对这个。推动身份证啊，是讲拄仔讲这个毒品这个问题吼，治安的问题，也是讲这贪污的问题，迄是咱执政爱甲各位可能有一挂关系的人哦，尤其是这个一本笔的这个问题吼。这是一个最起码的，大家应该爱认识一个工具的吼。时间来得要到，搁3分钟，啊，大家有啥物疑问要提出来讲无？你讲。如果是说那个有外籍新娘过来，然后她还没有，目前还没有那个流亡政府的身份证，啊，像这种情形之下，她可不可以来申请身份证？伊会当新，
他也没有户籍成本。当然没有啊，他外国人，他刚嫁过来。刚嫁过来没多久。所以他没有身份证。其实咱会当直接来讲吼，咱这个。就讲来参加这个研习吼，应该嘛是无甲限制的吼。来参加这个研习吼，啊，伊来当进一步推动这个开卡的工作吼，也是可以透过这个东西，依照第六条取得这个身份证的。特殊贡献啊，像何瑞妍伊嘛是外国人啊。啊，美国啊，何瑞妍是嘛是差不多是嫁来台湾啊。伊嘛是用差不多用招来啊，同款历史啊，对不？今日咱台湾来讲，何瑞妍伊嘛是外国人啊，伊无身份证，伊嘛无身份证，伊嘛无户籍，伊有永久居留权俩。哎，好，这种人伊会当透过这个吼，咱都讲的这个俄汉字足济嘛，不止俄汉字，比如讲。越南啊，什么菲律宾啊，印尼的足多嘛吼，伊会当透过这一条吼，来参加咱的研习吼，啊，来推动这个，没有，这个我们没有退党的要求，你都会当来。咱这是开放的，好、哦，咱这是伫网络上，咱即马是直播的吼、哦，咱这是开放的态度，吼、哦。以前可能有，即马无啦，即马无啦，嗯，啊，佫有啥物基本的无？啊，你讲。喂。有那个，比方说年轻人，他就是第一个，他没有正常的工作，才会大部分走这条路。然后你假如说你现在安排说，医疗啦，或者是悔改啦，你改了以后，他没有正常的，政府没有正常的管道，他久之久还不是一样走这条路。哦、你这个问题真好，我给你说明一下哈。咱拄仔有讲这个厨余哦，两万吨吼。我看这吼，你要叫在座去拔起来虾啊，创起来吼，我看无啥爱啊吼。啊，但是这阵人伊无工课吼，咱也提供一个讲啊，这去遐吼，就讲有这种团体啦，咱会当成立这种团体，各方面拢有这种物件嘛，拢有这个厨余吼，你要哪去做？你收收的遐，一般人无要，可能无啥爱去嘛。啊，但是这人伊可能会去啦。那个提供一个这个费用吼，一个薪水给伊吼，应该是会去。啊，高嘞，啊，这会当做真多种嘛。伊伫遐拄啊，一开始收进来时阵，迄味足歹，啊，你甲做甲剩变做堆肥时阵，迄物件真好，真香嘞。吼，啊，但这个过程吼，头啊上无头啊，这阵人吼，我想是会当安排来遮啦。比方说，政府有一个正常的管道。让他说哦，你一旦这个，比方说三年两年，给他安排在那边上班吃住啊、哦，让他这个时间能够看管，能够他能够悔改的话，就让他走正常的那个人生的道路啊。你不能说你一直治疗好了以后也没有正常的管道，他一样是走这条路。这是我的看法，谢谢。其实呢，这一个问题了哈。恁大家吼，有人若有人有迄种肝病啊，也是讲做糖尿病啊，也是讲啥物病，敢有一种药可能甲你治好？高血压、高血压有没有什么可以药子可以治疗好？没有办法哦，你是会当控制尔哦。所以这海洛因即嘛是共款，伊是一种病哦。你甲当作病人吼，啊，就跟住讲感冒药啊，或者是讲高血压，或者摕药啊，安尼就好啊。但是实际上，伊是会好个哦。就讲实际上吼。瑞士试验十五档吼，因两三档了开始就有人会改啊，开始有人改。啊，你若讲这个厨余是逐工有诶嘛，这个工课是永远会有诶啦。啊，你着若法度进阶就进阶，啊无你着是先来做这個嘛，无其他工课。啊，这嘛是真好的一个
对大家、对社会都有好处的东西嘛。啊，你若安尼做的时阵，是不是规个这个社会较好一丝啊？因为你减二三十人去偷去抢嘛，你的水高挂了什么的，就免定定换嘞，吼。啊，佫有啥问题哦？其实就讲，讲到有机啊，台湾有水有雨嘛吼，啊台湾医学嘛真发达，结合这两项吼，我看即个东京那是所有上海、北京的人吼，都会来台湾啦，有钱人来台湾消费。OK。好啊，啊无歹势。食饭啦吼，到这先到这算了哈，谢谢。